米谷卓卓见，听我来耍见，北四冲男勤奋，这二位著名的网红富二代可是没少上热搜，尤其是最近勤奋更是和阿娇传出绯闻，起因是阿娇陪勤奋在球场打球，勤奋还暧昧地摸了他的耳朵，不过勤奋的正牌女友网红喜哥回应说，我们很好，谢谢关心。阿娇经纪人霍恩熙也澄清说，只是朋友，摸个耳朵就被当成是实锤的 boy 们，这实在很天真，如果真有事儿，阿娇还会带着助理当电灯泡吗？顺着这条八卦摸索下去，围观群众不难发现，天底下的富二代都是一样的，专注网红脸100年。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勤奋爱过的女人。本节目由脸不整何以富二代的米谷视频脸萌不出，王思聪的后宫团里的宝贝们，从叫得上名的张雨绮到宋亮、王颖，再到网红雪梨、豆德，来了又走，换了一波又一波。然而富二代的品味都是一样的。勤奋现任的女友喜哥也是一枚知名网红，开淘宝店卖衣服，偶尔唱唱跳跳，脸呢标准网红脸，双眼皮、高山根、厚嘴唇，以前呢长这样。做主播出身，以前叫梁小竹，但黑历史再黑也不妨碍两人爱的高潮，球场吻童、雪地接吻、捏包子脸，带喜哥国外过年见家人，完全就是爱的痴缠。但男人嘛，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的好妹妹也不少，打球之余摸个耳朵撩个妹儿，自在又逍遥。在喜哥之前，勤奋的情史不少，比王思聪更任性，因为他只爱网红脸，还必须得整得亲妈都认不出来的那种，而且每一位身上都自带八卦属性。最早的绯闻女友韦雪酷似杨幂，整容之前长这样，跟富二代结过婚，生了一儿一女，又离了，在 KTV 被郑恺摸过腿。另一位前任贾青，整之前长这样，被王思聪爆过艳照，被男朋友骂过滚蛋，和贾青恋情爆出不久，也和网红陆贝贝在一起。仔细一看，勤奋的前任们都还挺有性格的嘛。这位上海滩最霸道的富二代，2014年上海保时捷918亚洲首撞，锲而不休的就是他，也因此一撞成名，名下的跑车停了一车库，玩车玩表玩飞机。他也是上海奋荣投资公司董事长、 King 电子竞技及篮球俱乐部投资人，这种超级富二代身边怎么会缺女人？别说富二代了，连明星都真的很爱找网红。林更新从上戏同学闹孤到小清新的周冬雨，到萌妹子的蒋梦婕，再到超模陈碧珂，最后也是潜规网红王柳文，天王郭富城爱上网红方圆，罗志祥爱上网红周扬青，网红这是第一生产力呀、啊！挤进名利圈，套牢男明星，圈粉丝的钱，脸不整何以富二代？所以小编想知道，他们都在哪家医院做的？